我这个阶段呢，我不跟你讲钱，我跟你讲健康。那么有谁希望自己健康好一点点的有吗？举起你手讲我。有谁希望你的孩子健康更好吗？举起你的手讲。有谁希望父母亲呢七八十岁还健步如飞的吗？举起你的左手讲。OK， 所以你们是来对了地方。我本身在永久要迈入第十八年，这是我以前哦，我是很容易呢，就是有这个喉咙发炎的现象。有没有朋友好像我这样啊？有吗？再来呢，我一吃海鲜哦，我的两个嘴唇好像挂着两条香肠。可是说你看我吃，我没有问题，对不对？那我再看 ，enjoy 吗？这个。你知道他很 enjoy 为什么吗？很痒啊！如果你是男生，痒在不应该痒的地方，你又很想找怎么办？走进厕所找好不好？那么这个不是我的 testimony 好不好？我是网上盗录下来的。但是曾经呢，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一小片。那么这个是 immune system 的问题。那么我是吃海鲜都会痒。那么你知道现在我还有这种问题吗？都没了。为什么？因为芦荟。OK， 为什么芦荟可以帮助到我？很简单，就是因为芦荟，你记得四样东西。芦荟的名字叫做炎肿痒痛，消炎消肿止痛止痒。你会这四个口诀，你就可以卖芦荟了。OK。所以再来呢，我很喜欢芦荟，就是因为芦荟有这个成分叫做皂角苷，这是天然发泡剂。如果你是有注意一些书本写，它是能够防止癌细胞扩散，叫做 saponin。OK， 那么其他我都不要跟你多讲。好像芦荟有这个木质素呢，渗透力很强。你看很多的 Western medicine 的书，它都跟你讲可以预防 colon breast and PSA cancer。OK， 重点。市面上有没有很多芦荟产品？但是为什么你一定要选择永久的芦荟呢？很简单，主要原料就是芦荟，我们自己生产，够简单了吗？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买一些 organic 产品给我的 baby 吃，我 baby 出世我就给他喝organic 的那个羊奶啊、牛奶，可是我都有时买得很怀疑，就是他们都是在本地重新包装。我很担心就是那个污染可能会产生，因为我以前是从事这个制造业的。 OK， 我对马来西亚的坦白讲是比较缺乏信心啦，讲好听点，讲不好听是严重缺乏信心。那么永久呢是自己生产主要原料，我去看过，当我十八年前第一次看永久，别人跟我介绍的时候呢，我本身设立一个目标，我一定要亲身去看，这样子讲话可以比较大声 ，OK。然后呢，我们的芦荟是用有机栽种的，各位朋友，那些芦荟叶我们处理之后呢，没有浪费，拿回芦荟农田翻耕土壤，让它自然发酵一段时间，重新回去栽种芦荟。那么外面的，如果你有注意，有加两个有机那产品，价钱有没有三级跳？有没有吃过 organic durian？有没有吃过 organic chicken？ 没有，一只鸡28块，小小只的，好像营养不良。OK， 再来，永久的所有的制成品全部自己工厂出来的，这是我们去参观，好不好 ？OK， 更重要，我们的产品有专利。那么芦荟的表皮下面有这个大黄素，比较寒凉。OK。大土伯喝可能以前拿来做多胎药，可是现在呢都没有这个问题存在。为什么？永久呢有把它去皮，我太太怀孕四胎都大量喝，反而后期普通孕妇有的症状就是这个排便的问题便秘它都不会有。 OK， 再来，我们的芦荟是稳定，没有稳定它的寿命2天，有稳定可以有5年，这么简单。那么这个稳定技术专利的这个发明者呢，是这个人叫做 Bill C. Coot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Silent Healer。 这个人呢1968年他
发明了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技术，他本身是一个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然后呢他创办了这个 Aloe Vera of America， 就是你们之前看这边有一间工厂看到吗，这间 Aloe Vera of America， 然后1981年他把整间工厂呢卖了给永久公司，他只位居一个顾问的角色。 OK， 那么更重要，芦荟的产品呢，他有一些专业团体认证，有这个 IFANGA Islamic Food and Nutrition Council of America 的这个 HALA Certifications。可能你说马来西亚的哈拉也是有啊，可是如果你去到别的国家，可能他不懂这个加金的是怎么样得到的，对不对？可是这个就比较有代表性、国际性。Kemak Kosher 这是犹太人吃的一个很严格。我以前做这个油种厂的时候呢，马来西亚很多油种厂 process 这些 cooking oil， 对吗？他们的全部产品都要有 Kosher certified。每一年那些 rabbi 飞过来呢，他都要花大概20-30千，那是整1998年的事情。到现在你觉得可能要花40-50千了，不容易好不好？他每一样都帮你去检查。然后永久的一个值得我跟大家 highlight 的就是他的产品有这个国际芦荟科学协会的认证 IASC。我们来看 IASC 要认证呢，有三个 step。 The first step， 它是确保你的芦荟纯度有好不好，因为外面很多芦荟产品是我们讲完本的，为什么？它有1-2%它就跟你讲它是芦荟产品，有没有？有没有买过洗头水？凤凰浆洗头水你看它成分到最后几滴罢了的，可能 OK， 就是它的 ingredient ranking 放在很后面。可是呢永久的这个 IAC 认证的 Step 1， 它每一年要把我们的 stabilizer 原料拿去给这个 IAC 做化验，符合它的标准，那么它第一个 step 你 approve 每一年哦。 Second step， IAC 芦荟产品认证，你的 finished products 我们有几百种，对不对？每一种都要 send 一个 batch 进去给它去化验，达到它的标准呢，就是能够 approve for second step。第三个 step 呢，它每三年要 check 你的这个 production facility， 所以你看到永久的整个生产设施每一段时间它都会 upgrade， 不断的 upgrade。 如果你有注意我们的专利的号，那个专利的型号一段时间它都有改变这样子，所以你要追也是很难追，好不好？那么产品与公司连接性很强，我跟大家讲的之前那几张 slide， 我要带出这个重点，永久等于芦荟。如果你讲到芦荟在这个市场上，你会自然而然想到永久。芦荟专卖店只此一家比武分店，不要跑错隔壁好不好，你会花了冤枉钱。那么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另外系列产品呢，除了芦荟产品，这间工厂就是制造我们所有其他保健品。 OK， 我们来看哦，这个产品我们的理由就是18年前我的推荐人做的示范给我，我是看了这个示范，我听不明白什么叫做632，我很怀疑。可是我看了那个示范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原因我可以签单，用产品比较便宜，对不对？我买了这一瓶给我母亲喝吃，我叫她配合医生的高血压的药吃，吃了一个月，她3年来血压都没有降低，就那一个月回去给医生复诊，医生跟他讲哦，安迪你的血压有降低。那么我可以给你看另外这个产品就是 Ultralight， 它营养素很均衡。那么我本身呢，这个是我的一个血blood test report 哦，我本身是血压低的人哦。我们很多男生都血压高，血压低的人有一个好处，女生都是血压低，对不对？命比较长，血管壁不容易受伤，对吗？ OK，再加上呢，我本身的这个验血报告出来呢，就是我的血小板呢 4.5， 血红素带氧气的 1-2-7 都是在 bottom line。加上我有血压低，我如果迟睡的话呢，第二天早上起身我会很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请举手。你看很多女生都很 support 我。那么你有救了，为什么？我一天喝2次这个营养粉呢？我一个月我看到效果就是我迟睡我都很精神，可以，当然一定要睡好不好。那么这是我验血报告，就是你看到它的血红素呢本来是125变成140，
阳气比较够，所以就精神，就这么简单。所以本身一定要做见证，好不好？那同样，这个你今天也没有缘分跟他碰面，要不然你看了你很兴奋。为什么？外面很多公司卖这些营养粉呢？你问他哪里制造的，没有办法给你看。跟状况是有问题产生，总公司跳出来讲，哦，对不起，亚洲国家的这个产品呢，不在美国制造，是在中国大陆制造。关系清清楚楚，可是同样是一个 brand， 你有信心吗？可是永久就是全球150个国家的市场的营养粉需求全部来自 Forever Nutraceutical。 另外这个呢就是花粉， 我很喜欢吃这个花粉。男生你一定要吃，吃了过后呢你太太会很喜欢你，不吃都很喜欢啊，吃了过后超爱你，好不好？为什么？因为你比较，你不要误会哦，因为你比较有精力可以帮帮他做家务啊。同样的，这个影片也没有缘分跟你碰面，今天你要看可以去我的 iPad 看，好不好？我要给你看，就是我们全部立状的产品呢，在这个 Forever Nutraceutical 的 Cold Press Machines 有很多家，每一家每一天可以制造 capacity 100万粒。 OK， 你拿来吞，你拿来咬，喂狗喂猫都吃不完的，好不好？好，为什么选择永久蜂蜜产品？简单，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就是永久拥有超过两万个人造蜂巢在 Sonoran 沙漠。你会搬去沙漠住吗？ Linus 可能去沙漠设厂吗？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电，但是呢很多这些野生动物，对不对？没有污染。重点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蜜蜂产品除了自产自制，我们是没有污染。好，可能有些朋友他是比较喜欢研究很专的，他讲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刊，有没有医生写的书啊？那么如果你要看，我可以借给你，送给你也可以，你看得完。我老实告诉你，我看过， 我有些会有去看华文的，我肯定看 Galandy 看。可是呢，我要重点告诉你，我们在做永久，我们是做一个行销通路专家，对不对？你我们不是要来做一个营养专家，你千万不要叫我做一个免疫系统专家，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没有多少个人可以跟我共鸣啊。如果今天我跟你讲免疫系统讲得很专的话，我看可能讲到一半已经打开打瞌睡，对不对？ OK， 你要做的是一个经销商网路。那么这边稍微提一提，那么在这18年来，我很喜欢永久的一点，1997年，我跟永久同样经历这个亚洲金融风暴。那时已经在工作的伙伴，请举手。讲我，哇，你们这么多还小，还没有。我告诉你，那时候呢，真的是很心惊胆跳。我们在上班呢，做这个销售的话呢，原料半制成品还是制成品，每天价格调涨，马币一面起起落落，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永久产品。全部产品价格哦，那时候我动都不动哦，没有调涨哦，而且才2001年才小部分调涨，不是全部，大概也是那5%的幅度。如果你是个生意人，你喜欢吗？各位朋友，你知道这一个策略帮助我们度过那个关多好吗？我们在那段期间业绩我们都可以稳步上涨。有哪一间传销可以做到这样？告诉我，提出来给我。我没有发觉有那一段时间，反倒有一些成立不久的就倒闭了，烦了很多，好不好？那么我讲了，我们不要做营养专家，那么当然我们要做行销网路，我们也要做顾客网路。那么在顾客这段期间呢，当然累积了蛮多的一些见证。那这是一个玩炮仗的有族同胞进了医院，一个礼拜出来有很多疤痕，然后找上我们，他见过我们的产品，用内服跟外用我们的乳液产品，另外一个礼拜疤痕统统不见了。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拿去烧一下自己，我赞助你产品。那么这边这个呢，是刚刚加入永久两个礼拜，他手不懂什么原因，就是时常都会起这些东西，
起一粒粒粒，早下早下脱皮，脱了皮干净了又重新再起一粒粒粒。喝了芦荟跟油呢，这手正常了没有？我要跟你讲，吉沙本啊，要不要见识这个人是谁？他在现场，阿满站起来一下。啊，就是他。OK， 这个是帮我 service 汽车的，我的这个 workshop 老板哦，他本身用九天排毒，然后呢，July 9号、July 17号，血压195、速923，我都不要去吓他，不然真的是爆血管这种。然后他回来找我，13.79，体重96.5变90.9，脂肪34.8变33.2。我问他有什么改善，他讲本来我的后颈这边很紧，这个就是高血压的症状咯。他讲第三天过后就松了，到现在他的肚腩哦还是竖了很多，他给了我很多的顾客，人家一看他肚腩竖了哦，通通都问他吃什么来，就这么简单。那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伙伴，哦，生了过61，过后呢用 Green Lining 变51，那么这个人也是在现场，丹明丽，站起来一下 ，OK， 是不是很瘦？他绝对不是给孩子气到瘦，好不好？然后这个当然他本身有这样的见证，他自然而然吸引很多顾客找他。这个安哥站都站不好，走上来，我真的想叫 ambulance 了。那么101.4公斤，96公斤还要工作，他讲他可以不可以坐站坐久的跑久，他气喘了会。那么呢，用了我们的这个 Green and Lean 69天之后呢，他的比较重要内脏脂肪会很明显的降低，他有去验血哦，他的那个 blood test report 那个血糖就很好了。OK， 那这个也是一个 Gisabena 我的服用一个伙伴，如果你是女生哦，脸长一两粒，你会不会很紧张啊？会哭对不对？躲在房间不要出来见人对不对？不用世界末日，你已经是世界末日了。他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哦，烦到我了，怎样办？起了一两粒，怎样办？怎样办？用了产品3个月，看到明显效果，这个就是他，丹波利，请站起来。你可以用放大镜检查他的脸是不是没有瑕疵，好不好 ？OK。那么当然他也吸引很多人去找他，这个是其中一个伙伴，用了很多专科医生药没有效果，用了3个月我们产品有明显效果。那么这个也是在现场的他，哎呦更烦，就是他因为本身没有办法做见证，很难做对不对？可是他用了产品6个月，大量用，经过我左敲右敲唱打下打过，他大量用6个月过看到效果了。他叫做 Charlie Hong， 请站起来一下，就是角落那边那位啊，这是我老婆，绝对可以。她就是她坐月子的时候，因为很热，她酒都不能喝的，就是长很多。后来那个中医跟她讲，你太热了，所以她没有办法进补，她就是大量喝 nectar 跟姜水这样子，在坐月子期间，那么也这样子呢调好她自己本身超热的体质。OK， 啊，这个生了过也是很可爱一下，但是我也不忍心讲出口，对不对？你讲出口你要加便咩？然后呢就是用了 Green and Lingo 呢，就是有进展。当然如果你要见证他，见识他现在的话呢，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因为要拷贝我所以这么瘦。 OK， 这是我太太 Elis Scott。 当然我们时常能看到很多公司都给你很多见证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你会怀疑那个见证是不是买回来的。那么永久呢，猫都在喝哦，喝了30年哦，好不好命啊？人类年纪210岁，可能你讲这个太远，这个是在世界的一个记录里面不能够买，好不好？我给你看看芙蓉的猫，这是一个野猫，我的下线的女儿抓回来，觉得很可怜，很喜欢猫嘛，她就脱毛啊，然后没有胃口啦，有很多 parasite， 他就给他每天处理给他喝一汤匙的芦荟，然后一个月过后呢，他情形就是毛长出来了，敏感皮肤没有了，胃口变好了，然后呢那个 parasite free，
当然你不用担心，如果今天你喝了芦荟过后你会很多毛，这只是动物好不好？其实多一点毛也是好，如果世界末日天气很寒冷可以御寒好不好？所以最后一个观点呢，就是我讲的太多，见证太多，今天这个观点这个观念你带回家会帮你很多好不好？那么这是一个医生，诺贝尔医学奖 Dr. Alexis Carrel， 他曾经相信鸡绝对可以活超过28年，鸡的寿命可以有8年。你有看过一只鸡养了8年的吗？很没有四季就杀了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因为医生就是没事找事做咯。可是你知道他研究对后人的这个帮助多大吗？他就1942年到1940年就做了这个试验，开始鸡的心脏细胞放水活几天，第二次再试鸡的心脏细胞放进这个容器，水再加维他命矿物质活几个月。为什么？因为呢，有矿物质跟维他命，鸡的心脏细胞在代谢时所产生的酸性废物毒素没有办法排掉，它中毒死了。后来呢，他就做多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个水分换掉。他的这边是写他有时常帮他换，就是一个排毒的一个动作。结果这个鸡的心脏细胞活了28年，他的试验目的达成，他没有时间跟他玩了，就终止试验。OK， 所以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在永久里面你也不用拿鸡的心脏细胞去试一下我们产品有没有效好不好？那么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配套叫做 HTC Pack Health Triangle Combo Pack 790，里面有芦荟帮你排毒解毒，你不可能每天帮自己抽血嘛，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帮你排毒解毒，然后均衡营养很重要，我的这个血红素增加，因为这个营养粉 OK 给你均衡营养。可是均衡的营养它还有氧气，需要什么？一个通胀无阻的血液循环帮你带去全身，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北极鱼油帮你血管通顺无阻。当然最重要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时常有很多的 virus bacteria， 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加强你的免疫力。那么谈到这一边呢，我有一个，我家里呢有四个小孩，我其中三个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一段期间就时常的发烧，那么我都时常有帮他们去有一个 ear thermometer， 他们都没有超过38度，我都没有帮他们去看医生。后来就觉得太久了，就带其中小的两个去看医生，医生一看儿科讲他中了手足口蹄症，不过都不用吃药好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呢在那段期间和之前我都大量给他喝芦荟，在那段期间呢蜂胶给我们的蜂胶呢，我给他当糖果这样来吃，还有芦荟喜欢就喝这样子。所以你觉得我们产品好不好？那么如果你有使用这样的一个配套，全家大小由老到少的健康呢都会给照顾到， Forever Lifestyle 健康人生，因为有 HTC 所以你会得到。那么我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Welcome to Central Bay.